何守镇卖场发情龙爪席小咸 PP。耶什么啊，是谁这么大庭广众之下调戏民女？哎呦，还真的很黏，不怕 loss 掉嘞。是一周刊直击32岁老大不小的小贤和阿妹前度何守镇交往近2年，已成老夫老妻，舒坦状逛卖场添家用。何守镇不枉直男球员身份，哎，看到了篮子就会想运球吧。哎，拐进了人烟稀少的文具区，哎，他见机不可失，终于发动了攻势。是说小贤曾，哎呦，哇哦，你看那屁股，难怪何守镇会想拍打。是说小贤曾表示明年嫁人，他们恋爱之高调简直比何守镇身高还高，大概有3层楼这么高。哎呦，两人示爱起来很有骨气，还真没料到调情起来也没在小家子气。看旁边广告memo字条写什么，请勿在此练功呐。苹果娱乐新闻练的该是龙爪手报道。